你说你们同学聚会他谁都不认识啊，你说他去那儿干嘛呀？这样郝玉啊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咱们俩吃完饭了，你陪我到棋牌室打上八圈，哎呦，咱俩配合这么默契啊，你就陪我去吧，是不是？行，好，这就对了，快快快快吃啊，吃完我们走。来，今天我代表我那远在他乡，为了陪老丈人、老丈母娘没有回来又没有良心的哥哥，祝唐先生、唐太太身体健康，永葆青春。谢谢我的宝贝女儿。我这没人要的儿子总算是有人要了，不用逢年过节就赖在咱们身边了，我太开心了。妈，嗯，你不会有一天也嫌我烦，想找个人早点把我打发掉吧？女孩子可不一样啊，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就跟人跑了，你还年轻，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，你啊先别想这些，来吃菜，来吃菜。哎，嗯，妈妈，嗯，这是你做的。嗯，爸，你最近厨艺有长进哦。嗯，那你多吃点啊。嗯。哎，老婆，你也来一块。啊，行行了，别怪我了。嗯。小年快乐呀，陆导。小年快乐。我们来玩小年夜美食大 PK。大过节的，你就一个人窝在屋里吃这个？习惯了，你不说我都没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。这不是当代孤寡老人吗？嗯，谁孤寡老人？哎呀，我没说你们两个，你们俩哪里孤寡了？孤寡的人是我吧？爸妈，我吃好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你去哪儿啊？嗯，我这不是看您和我妈两个人二人世界的，我一个人显得多碍眼呀。我去找沈飞玩哈。哎，丁丁，还没。你是去找沈飞吗？该不是别的男孩约了你吧？丁丁啊，爸爸告诉你啊，你现在长大了，要懂得保护自己了啊。哎呀爸，我知道我懂，可是这不是想着沈飞需要我的保护吗？你想啊，他这个人你也知道，又菜又爱喝的，要是没有我的保护，他一个女孩子多危险多不安全呀。沈飞像你说的这么？哎，爸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沈飞绝对不会跟其他男孩子乱跑的哈。啊，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让他去吧。哎呀，咱闺女还是挺有责任心的，我要是在她这个年纪，我也找她当好闺蜜。你说话过过脑子。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喝酒。嗯，少喝点。菜也做得不错。这么晚了，谁敢约他出去？不要一人独饮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喝。
哎，别摘呀，不怕别人认出来你啊？这黑灯瞎火的，谁认得出来啊？没事，没事。来，干杯。真不愧是年轻人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我说真不愧是年轻人，这里好热闹。什么？跳舞？你要跳舞？不，我不会跳舞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跳一跳就会了。来来来来，我真不会。来来来来，真的真的，这一会儿你就会了，快快快。就跟着节奏跳就行了。我真的不会跳。没事儿，跳就行了。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明竹啊，和老公在外地驻扎了，回不来。我听说她嫁了一个军官。嗯，哇塞，嫁得真好啊，比我们好啊，但是也比不上唐鑫。唐鑫你多厉害啊，男朋友那么大一个人物。谢谢啊，可是我也很好啊。哎，唐鑫，怎么没见你男朋友陪你一块儿来呢？你们不也都没带男朋友吗？哎，咱不是同学聚会吗？哎呀，喝酒喝酒，提什么男朋友啊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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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韩燕不是说今天要来吗？哦，他好像说堵车了，我看一下。打电话问问。嗯。哎，来了。才来呀？哎呀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喝一个，喝一个先，喝一个先。别说了，赶紧喝一个。少年的白月光来了，我先闪。你乐什么？大家都是同学。别说了，赶紧喝一个。对，先喝一个。我先过去一下。行，我们先玩，我们先玩。快点，快点。四个一，五个一。嗨 ，hello。我能坐这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坐。哎，你这几年在国外生活的怎么样？啊，我挺好的。哦。我看你朋友圈，就感觉你最近过得也还不错。是啊，我最近确实过得挺开心的，谢谢啊。嗯？哦，韩漾。嗨。你这次回来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啊，我不回去了，去北京或者上海，两家公司我都有在考虑。好呀好呀，哎，你条件那么好，去哪儿都没问题的。哎，来来来，提前祝贺你一下。来，喝一个。欢迎回来啊。要我说，咱们今天晚上真是不够尽兴，要不找个地方续上。哎呀，就你那一杯啤酒的量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们抓紧时间回家睡觉。睡觉去了。那我也不去。哎，那个人好眼熟啊，是不是在电视上见过？唐鑫，是不是你男朋友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叔叔打完麻将了，来接你回家。啊，那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？当然没有。我们要不要打个招呼啊？长得还挺帅的。你打招呼，顺便看看美光。原来你是来监视我的。你好，唐鑫，这是，我。唐鑫，这位是。我男朋友。久仰。你好，唐钰。韩漾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！记得高三那年，你还说要跟我一块去北京上学。韩漾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有。我当时说我去不了啊，因为家里人让我出国。你说如果我当时没出国的话，但是，
你配不上唐鑫。唐总，虽然你现在是唐鑫的男朋友，但谁都有个过去。我当时出国是因为……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当时是你放弃了唐鑫。但我跟你不同，为了唐鑫，我可以放弃我的所有，但你做不到。唐总，你这次回来是专门陪我们唐鑫回家拜见父母的吧？当然了。那岂不是好事将近了？恭喜你们二位啊！太浪漫了，恭喜恭喜！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也回吧。唐总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你争风吃醋。哦，这算吃醋吗？就算这是吃醋，我也必须得这么做。我要镇住他，而且要把你给拴住。不过今天确实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。嗯？原来你才是那个品味一直如一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猜。字面意思啊，你说韩漾啊，确实挺帅的。我看你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。我现在就喜欢你，跟别的没关系。不是就喜欢我的钱和我的长相吗？你怎么这么幼稚，这么爱记仇？嗯，啊，我就是这么幼稚，这么爱记仇，我还很介意。我爱你，唐月。我也是。还有没有其他的想告诉我的呀？比如说之前你想告诉我的那些秘密，还有没有啊？还有几个？你猜。我不猜，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嗯？嗯？嗯？不说，不说了，继续吧。啊！别闹了，我跟你说。嗯？唐月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你说我就信。那我说完了。嗯，说完了。嗯。一见钟情，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秘密吗？我也有一个小秘密想告诉你。什么秘密啊？看那边。烟花好好看，你看那边那个，嗯，那个这么咻的一下子就上去了。明天就得回去了，没法陪你一起过年。新年快乐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都说了是秘密，当然不能告诉你。好看吗？嗯。喜欢吗？那以后每年都给你放，以后每一个春节我都要陪你一起过。嗯，我也是。嗯，哇，好酷哦。那个也好看。